博士啊，弟弟，博士这会儿有时间吗？帮我照看一下我的血清，如果一起带去训练室，林兰看到会很麻烦啊。你去吧。谢谢博士。博士，你的信。好。洗澡，今晚在房间等我，爱你的老婆。那个老女人。走吧，你也跟我一起来。嗯？不是，什么？博士，你在里面吗？我不在。我的血清也在里面吗？也不在。我进来了哦。不要啊！我不敢相信，之前还叫人家老婆，我看你就是打着我血清的主意。不，弟弟，我们之间绝对有什么误会啊！再也不信任你了，博士。啊！